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谁会来。最想看到我们得奖。这一次入围金钟奖有什么样的心情吗？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他说有100万个紧张，那你呢？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而且很希望可以得奖。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得奖，因为你们得奖我就得奖。老婆今天有来吗？老婆本来他问他要不要一起走，他说不要，他在台下，他坐在台下要看我们，看可不可以领奖，带着小心啊。有啊，他就说我跟小新都很祝福你哦，因为我们偷偷叫我们肚子里面的小 baby 叫小新。对，他说我们祝福你，你很棒。所以今天有穿红内裤吗？啊，今天哦没有哎，我可能觉得，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有穿过，然后也没有赢，所以我不相信红内裤。还是今天准备什么幸运小物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幸运小物。Give me five， 耶、yeah, ！真的真的，我每次遇到他们两个都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。今天很特别，跟两位就是小美女一起走红毯。刚刚走红毯的时候在想什么？刚才走红毯，我就是想说，我们今天过了红毯就成功。你们在想什么？我们呢，在想，希望大家能跟我们认识。对，他说怕大家不认识我们，不跟我们。阿丽想什么？其实我就是想在一片空白，就是走过去就对，然后就挥手，然后就这样。一走完，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过关了，哎，也成功了，我们就赶快进来。对。他们很可爱，谢谢大家。你们今天参加金钟奖，最想看到谁？最想看到谁啊？很多哎、欸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谁会来。那你有想看到谁？最想看到我们得奖。我也想看到。有大家祝福。有同学鼓励你们，给你们加油。同学那时候我们在半天就要请假来。所以呢，那时候老师就有跟大家讲啊，就是大家就同学我们走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有帮我们说这个祝福我们的奖，然后刚好下礼拜一我就要去毕业旅行，然后就很高兴，然后就是可以连接，就是今天很高兴，然后呢下礼拜又可以，就觉得很爽。好直接哦，他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